持枪啊！穿着黑衣黑裤的男子站在马路中央，右手持枪乱挥，左手抱着一尊神像，对着空气咆哮。男子左摇右晃，他的前方就是四面佛的神坛，他像是在做法，一下跪地，一下又站起，嘴巴念念有词。男子持枪带着神像在南投集贤路上乱晃，他还跑到神坛旁的面店抢了一块豆腐板架，声称是要做法事。楼下有人喊说：“小姐，你可以帮我报警吗？”跑去阳台看，然后我一看，那就看到一个人，他手举起来，拿着枪，就是对天示警这样子。过程中，居民疑似不断听到有扣扳机的声音，报警处理。八名员警带着防弹盾牌将他包围，他还试图逃脱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名诡异的男子姓吴，他手上拿着瓦斯枪，他做法的四面佛神坛就是他在年初时开设的。家属说，吴姓男子除了神坛，平常也会在旁边的洗车场工作，不知为何突然暴走，当街持枪乱挥，又对着空气咆哮，失控的行为也让附近居民全都吓坏。这南投综合报道。